一所启蒙国学教育的幼儿园，一所奠定思想基础的幼儿园，一所塑造人生品德的幼儿园。南关小学国学翰林堂是我县唯一一所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幼儿园。国学翰林堂以国家幼教大纲为准则，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重点，以开发艺术教育为特色，多措并举，齐头并进，让每个幼儿在有道德、有修养、有情趣、有乐趣、有爱心、有奉献的环境中正确健康的成长，为孩子的启蒙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。学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可以引导孩子懂礼仪、明是非、辨善恶、知感恩、尊孝道、修品行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通过对孩子音乐、舞蹈、书法、美术等各方面的训练和培养，及早发现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和闪光点，开拓孩子的眼界，放宽孩子的胸怀，为每一位孩子奠定良好的艺术情操和艺术修养。如果你想让您的孩子在人生的第一步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确航行，那么请把您的孩子送到国学翰林堂，我们将和您的孩子一起飞翔。